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干杯！我是小蔡。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大采购又来了，这个双十一可以说是每年最便宜的档期。对，所以网购大家都会在这个时候开始注意，从11月1号开始。对，一般从11月1号开始就有各个品牌啊，一些产品有些特杀的优惠。对，所以各位精打细算的朋友，你已经抢到什么好看了吗？对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双十一前哨战。省钱必买的三项好物，好哦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。好，第一种，好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补这大补的哈？哦，这有够多啦！这红龙鸡块啊，买六送四，买六送四哦。对，而且你知道啊，它这一堆啊，它总共只有880块而已，一包88块，而且它有。三种口味，就是它有这个经典鸡块啊，然后还有香辣摇摇鸡球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是香柠鸡柳条，所以你看这样这么便宜啊，你也可以就是找自己的朋友、同事，对，一起合买，对，一起合买。你知道哪小朋友啊？我讲这你必买，你得给伊气炸一下，有最好食呀。对，好啦，咱嘛来气炸一下。好，各位按无咱来气炸，套大家看。好哦，我觉得它还蛮大包。哦，这气球这感觉，它分量还蛮有的哈。对，鸡块，小朋友的最爱。哦，那一包的分量也不少呢。对，这个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鸡块。鸡块，对，鸡柳条。哦，鸡柳条是这样一条一条的。对，满满一盘。对啊，这样还蛮多的哈。对。哦，各位来啊！哦，快点吧，哇！哇，又一盘来了，哇，看起来好漂亮哦！哇，各位，我先吃啊。对呀。哇，你看这鸡柳条，哇，条有哦，好个赞呢。哦，嫩呐，然后还有那个柠檬味道，那个柠檬鸡柳，真的是。我有看到上面很多黑胡椒的颗粒耶。对。经典鸡块就是经典，很赞哦。它气炸完之后外皮啊就有点酥酥的，而且大家在气炸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用先退冰，没关系，直接等冷冻就可以气炸了。香辣摇摇鸡球，对，它的皮外面气炸完之后，外脆内软啊，对，有一点点辣，但不会太辣。如果是小朋友要吃，可以选原味的。哎，对，这样呢。水干吗？我来蒸一下。这就是我们两个今天的晚餐。对，所以各位这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按赞？再把影片分享出去。之前是三天吃罐头。对啊，上次也有那个观众看了根本没有把影片看到后面嘛，还问说那个罐头怎么办？就跟你讲说连续三天都要吃罐头了。然后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哈，今天这个我们是在那个 Momo 的那个社群哈。网站看到他分享的好看，我们才知道说去买到这么便宜的东西。对，Momo网购好物交流，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啊。有。然后他这个平台啊，基本上他就是真实分享。所以你在里面你也看到，就有的人买的东西好不好，大家在上面讲，不会像人家那个什么平台，然后你一讲一下，然后一大堆护卫军敢死队有没有出来一直检讨消费者？没有，不会。这个是我还蛮喜欢他这个平台的地方，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啊，买到有问题你也可以讲，对啊。对，我像对，就是看到人家买到有问题可以讲，对，还不会被锁，有没有？也不会被人家攻击，我就觉得这样还不错。而且我觉得。因为我们就是在买东西，我们不是都会稍微比价一下吗？就是Momo它都会有一些商品都会稍微比别的平台再便宜一点点。对，可能你也干妈公没有很多钱，但是其实你如果你常在买的时候，还是累积起来还是有差。对啊，而且你看他分享这个讯息，一包88块，一包88块，敢无笑？有啊。我讲啊，十八那高赛，不然这没高赛，这没派价。这几块，这几块哈。好，是真的有便宜，我觉得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第二项，好，省钱必买的产品。好哦，来，各位，第二项就是这个，对，贝利达牙膏。对，贝利达的牙膏。各位有在买这个品牌的牙膏的朋友你要注意哦，你自己你再想一下，你到那个超市量贩店买一条多少钱？200块以上。各位，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？9条1111，各位这样平均一条是123块钱。对，你会感觉俗的吗？
有够俗的，123块钱一条差偌济？八十几块。一条差80块，按你看九条差多少钱？贝利达它的这个牙膏啊，就是它有那个珐琅质的纳米微粒，就是我们在刷牙的时候，它会去修复牙齿的这个珐琅质。然后它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厉害的，小蔡会因为知道这个品牌，就是因为它是不含氟，就是说如果说你有那种下巴痘啊、粉刺那种问题的话，你可以也可以试试看刷这一种不含氟的牙膏试试看，有时候就真的可以改善。对哦，这个我也是在那个Momo的社群看到的。对、哦、啊，所以像这个，如果说你，也是一样嘛，你一个人可能买不到九条，你找朋友一起分享，啊、一个人四条，一个五条。对啊，而且现在牙膏的确也是都基本上都不锈啊。对，所以它这个我觉得一条这样子双十一买起来的话100多块，我是觉得很 OK。哎、欸，真的，那个有在买这个品牌的这个牙膏的朋友，你听到这个价格，我相信你应该会多啊，开始去抽个筋。应该会赶快注记起来，知道要赶快去买。所以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种，就是牙膏。对，因为我要分享那种就是量多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，啊，因为它就是有便宜啊，重点我觉得是有便宜。嗯，对，哎、就是可以囤一些可能你平常会用到的那种什么生活消耗品。对对 对, 对, 对、哦，你就可以留意这一系列的、哎，反正就是你一整年度都要用嘛。对，那趁便宜的时候多买一点。其实我那个一我每天都在上面。看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从那个11月1号，我就多点进去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到什么东西。对对对，好，那这个就是第二个，我们来再来分享。哦，最后一个，第三个。啊，来各位，第三项就是这一项。对，艾迪达的慢跑鞋。嗯，来打开来给大家看。好，各位看一下，哦，这个鞋子很漂亮，有没有？对。哦，你看它这个鞋型。它这个黑白配色，这还蛮经典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它这它整个造型，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。嗯，如果说你平常有在逛体育用品社的，嗯，你觉得大概要多少钱？其实我觉得像2000吗？大概可能1700哦，接近2000块。嗯，各位，它双十一要卖多少钱？你猜猜到吗？OK， 在下面留言哦，不要偷看哦。哦，1011块钱。对，这俗的吧？各位，你如果说今天你这几天，还是说你这阵子你要换鞋子，你就直接就买这个来换啦、啊。嗯，就是在做双十一优惠的时候，刚好要换的话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嗯、而且它这个品牌哈、哦、，Momo 它这边品牌款式其实还蛮多的，那、嗯啊、你可以趁这个时候去网站上稍微浏览一下，你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得到你喜欢的鞋款，鞋款你就可以直接换了。嗯。而且我觉得像这种鞋子，就是其实像学生在穿，其实消耗蛮快的。啊、对，嘿，对，所以你的 Air 都 Hacking 派。啊，如果说现在真的像干杯讲的，就是这种球鞋其实蛮不便宜的。欸、所以如果说像这样子，你有省个500块、600块，或者是省更多，我就觉得是很好的。哎、欸，对啊、嗯，真的是这样。对啊。它这个黑白配的这个鞋子，我配上牛仔裤，这样穿起来蛮好看的。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啊。嗯，而且就是这种鞋型穿起来就是也是好看。对啊，就是实穿的鞋子哈。对对对对。嗯。好，各位，你们要看一下，我们现在三款，今天开的三款是不是都非常的便宜？有。哎、欸，所以各位，现在这个双十一活动中哈，还没到双十一哦、嗯，所以你要捡便宜的人，我建议你其实可以加入那个Momo的那个社群啊，对，那个Momo好物。网购好物交流。对，这一阵子啊，我都一直在看，从那个11月1号开始，我就点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康的，好，或者是你已经买到什么超省钱的好康，你也在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搞不好我知道我们里面有的人是非常厉害的老马。对，哎呀、啊，你有一个很人，你阿笑讲，啊，你刚才买这三行，我已经买10行啊，好吧？紧嘞，紧，甲你买10行、哦，你下面留言。哎、欸，在我身边好康，我唔知道你紧也看下面留言、大家交流一下。对，然后。我会去看看有没有家里有没有需要这样。嗯，其实像 LED 灯泡盒，为什么我都每次都会买那个东西？因为你在这个双十一的时候，你买 LED 灯泡很便宜，然后 LED 灯泡又省电又更便宜。哦，对，所以是买省钱，然后换了又省钱。哎、欸，对，各位，你要那个包括那个电灯，它用多少电，你这个你都要去精打细算。哦，对啊，嗯、因为尤其是那个夏季的时候，有4个月电费都超贵的。对啊，所以哦，嗯，趁这个时候赶快找到你想要买的东西，我们就在这一波双十一好好省钱一下吧。好，那各位，那今天的这个省钱分享就到这里。好哟，祝大家双十一都可以买到便宜又好用的东西，省荷包。嗯，哎也买的开心。对，好，好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好哦，喜欢就按赞哦，按赞。双十一那天，我也很期待有什么东西跑出来。
你有买到开始偷笑的时候，或是笑到闹海的时候，记得来留言私讯一下，什么东西可以买。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下次影片见了，拜。闹海买到闹海海。切个烙耳海，切个烙耳海，嗯，就牙膏就真的会烙耳海了。哦，这个哦省，赞，超省，真的是省，买一条省80，这也就省了快800块了。对啊，然后这个也省了大概600块吧。嗯，600-700块有。600-700块啊，这个也省，所以这样子，对啊，三个小东西就省了2000块了吧。嗯，好。